他说每个月产出到106个那个我们讲大的空桶，这是10L的啊，另外这个小的大概3.8L的部分，这个大概有1500个的量。那这部分里面大部分的量基本上都委托那一家合格厂商来做，其中大桶的部分那家厂商收了大概90个啊，那一家那个回收商的部分，那、啊、基本上少量部分就不见得质量是对不太起来。那我们这边就法规来讲，他已经违反了废金法，因为他所委托并没有所谓的具有签有合约跟申报，还有他的一个流向没有交代清楚，这部分他们也承认这样的一个不法。那我们现场里面也依法来开罚，啊，开罚部分大概分别3张罚单，各最重处罚大概各3万，那加起来是9万。啊，另外针对的申报不实的部分，我们大概也会移送给检调单位。那所以他就变成说，大概员工有时候主要是人家来收走，有点是说卖的价格也可能很低，或是说直接就送给人家。好，那目前来讲，我们了解全部，他内部也承认说他管理不善，那这部分我们也做了记录，后续加干要按照刚刚的程序里面来做完来执行。